他就跟我这样在后面拍照，他突然跟我讲说，不可以当你就用爱去说这种东西要在上面。可以吧，可以吧，出口也可以往这边啊，走走走走，家里的桌子啊，
可以多拿几个啊，没关系，可以拿。拿个两个就好，谢谢。游戏室那个啊，游戏室啊，他本来卖990，现在在499。大人也进得去哦。可以，我也试过了，大人可以进得去。十枚，对啊，那么多。嗯哼。哇！要看我前面盖吗？好、哦。
从我们这里开始。哦，很多哎。两个。可以给四个吗？哎，两位美女要吃冰哦，要不要？要吃冰吗？要吃。好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来，你拿着。好。苏州啊。好，先过来。穿鞋子，穿鞋鞋哦，新鞋鞋，新新的鞋鞋，来，嘿，进去，踩，踩，来，好，哇，新鞋会穿鞋鞋。太推他，会不会太过分了？没有。有人进来啊。等一下，不要碰到我。为什么看戏？好，小心哦！啊！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！
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不要再过来了。好好换这个，来，好了好了。好，两个人一起。拍出来。对，不会啊，这样很立体啊。对啊。然后一二。爸爸，爸爸说这很立体、啊。来一二三。好。啊，厨师啊，小厨师。感谢啊。哎，谢谢。哎，这是什么？镜子不够高啊。没关系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也可以。然后小厨师哦，来。Ha ha ha!
公主哎。扫把头的公主。星星想要做荡秋千吗？要扶好哦，那个会倒啊，那个荡秋千会倒，所以要扶着，黄色那个要扶着。他自己咬，好玩吗？心情好玩吗？心情夜。盖好了，我看。啊，这就是城堡，怎么买？好吃吗？听下去。转过来了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那天雅欣都没得吃啊。田雅欣，看爸爸这边，好玩吗？妈妈，你嘞？
十七岁啊，二六或十七。小小迪斯他作品做了不到一甲子的时间了，几年，算一下，十七岁开始，66年，对吗？对吗？差一点，差一点，73，对，十七岁开始学作品，他今年已经73岁了，多少？
卷起来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的卷皮。那我们再重复一次刚刚的动作，一样把它放垂直的，拿起擀面棍，从中间二分之一先把它中心先把它压下去，之后往前，再拿起来，再从中间往后。那我们发现啊，它的皮已经比刚刚再窄了一点点，这是正常的。好，那一样呢，再重复一次刚刚卷皮。那这一次卷皮就可以把它卷紧、卷漂亮，把它卷整齐。那待会出来的纹路就会比较漂亮。好，这边我做了几次擀皮的动作，两次。那几次卷皮？卷皮几次？两次。那我可以再做第三次吗？你们觉得呢？可以吧？对，我们没有规定一定不行。那但是我们两次的纹路是已经够的了。那我刚刚有说到，我们如果面皮吃太多面粉，它会变硬，所以我们两次的纹路是已经够的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这次就放横的，拿起我们的尺刀，把它一分为二，那平均切做出来的才不会大小颗。好，那你们有发现我刚在切的时候呢，刀子是前后的移动，不要一刀下去，不然我们很容易把中间纹路给压掉了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横切面的地方朝上，那这一面的纹路都是已经出来的，很细微的纹路，横切面朝上。好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中午都有吃饭哈，小朋友中午都有吃饭对不对？好，有吃饱吗？有哈。好，接下来就张开自己的手掌心，对齐它的中心点往下压。压的时候不要去推它，就很正的、正正的把它往下压。那压的大小呢？大家有看过水饺皮吗？对，大概压到水饺皮的大小就可以了。好，那现在这边纹路都已经出来了。那接下来呢？这个动作非常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很重要，所以我要说三次。真的很重要哈，我们纹路是在这边，接下来这个动作我要去做翻面。为什么要翻面？纹路在这边，我压完要做翻面。为什么呢？我内线放进来包起来，它的纹路才会在外面。这个步骤真的很重要，因为有的呢，它压完忘记翻面了，内线包进来，外面就是没有芋头，就是没有纹路的。那没有纹路的，我们就是这样说，你是在做芋头丸子吗？好，所以我待会要看谁在做芋头丸子哦。好，压完之后翻面，接下来放进一颗内线，尖的地方可以朝下，对齐中心点，那手成一个 C 字形。这边有问题吗？呈现一个 C 字形。接下来我们张开另外一只手的虎口，打开，那稍微就扣住面皮，那记得慢慢的从下面往上拉，拉一下转一下，拉一下转一下，顺时钟的去做旋转。这个步骤会比较困难哦，顺时钟的旋转之后呢，它的接口会越来越小，一样顺时钟边旋转，慢慢的把它做包起来的动作。那记得我们的内线一定要都包进去哦。好啊，现在这样子就把它转，转好之后它会变一个尖尖的地方。那记得我们接口的地方要记得朝下，所以呢，小朋友都很棒，替自己按一个赞，把它做压平。压平之后翻过来，要倒过来，倒过来再稍微做把它塑形。芋头酥是都是圆圆的嘛，那就稍微把它搓成圆圆的，那让我们一颗芋头酥就好了。那记得内馅都要把它包进去，不然我们送进去烤的时候它馅就会爆出来，它、啊、就会去黏到。那既然接下来这边呢，我就快速的示范一次。压完之后的动作是翻面，对，翻面好了之后，拿一颗我们的内馅，那一样手握一个 C 字形，接下来打开虎口，打开另外一只手虎口，从下面拖住。那这是指不要出太大的力量，不然你纹路也会被你压掉，就稍微辅助就好了。往上拉，拉一下转一下，拉一下转一下，顺时钟的旋转，慢慢的把内馅包起来。好了之后，接口会越来越小。一样慢慢缩，慢慢缩，把它缩起来，缩成一个尖的之后，记得这个地方接口的地方是我们的底部，所以把它做整平。整平之后翻过来，翻过来，然后再做塑形。好，那我们一颗芋头酥就好了。
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桌面上都有一张白色的号码牌，对不对？我们一人拿一张，对，先一人拿一张。我们自己做的饼当然是要自己吃嘛，不会吃到别人的。哎，也不要想说，哎，别人做的比较好看，要偷天换日哈。好，那我们一人拿一张，待会小张用圆珠笔写的部分，我们就撕下来自己收着，那是存根点。待会我们会依照号码去领饼。好，如果号码牌分好之后呢，洗完手我们就可以开始动作了。等下如果有问题就可以举个手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写。哎，麦给他撒哦，哎。过来，等一点，我要吃。等一下再吃。那我一个。好了，那给你，再给你。你要装回去。好。这是我的。我。105年。28。然后刷票。我想吃东西。陈立珍，过来。我姐姐都过来。是别人。好，来这证书借我看一下。拿给爸爸。不是，你这样拿着，拿着给我看，拿着不要走过来。好，开心一点嘛，开心一点哈、啊。好，谢谢。怎样？好吃吗？在你，很小心啊，等一下整颗掉了。星星，你自己吃就好了。我吃不下。吃不下啊？你到底是在讲啥话？星星，星星要走了。文化馆，对，好，那现在看一下这一片门上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。
那个拿那个棍子啊，擀面棍。对，门神跟一般的门神有什么不一样？拿擀面棍的门神。手上的东西对不对？对，他手上这边拿什么？擀面棍。对，下面这个呢？搅拌器。搅拌器对不对？上面呢？那个半木板，刮刀。下面这个就是重点了。不是这个，也是打蛋器啊。对，它是打蛋器哦。有的人给我看到过，哎，它是刷锅子的刷子，还是刷马桶，都不是。对，它是我们的，一样是打蛋器的一种。那其实它身上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，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围袖子衣服，我们就模仿芋头的纹路下去做的。那这两尊就是我们的芋头门神哦。芋头门神。我们先请。树下。等一下，那我们的子玉因为它养分还没有足够，还没有完，就是还没有长好。嗯哼。采收了母玉之后，子玉有阳就会把它拔起来，继续的把它种下去，继续把它种母玉，或者是当隔一年我们要种芋头的芋苗下去那种。哎，那所以它的其实就是有一个一直繁衍，就是一直传递下去。那我们就是有结婚的时候也会用它来去做福星的说，哎，子孙满堂，就是希望说哎们都可以一直绵延不断的下去这样。那我们芋头它是属于天然新科，那它呢，它是我们的外来种，它是从我们的印度传到孟加拉，再传到中国，最后才到我们的台湾。好，台湾生长最多芋头的地方在哪里？在我们这么问，当然不是在大连。屏东的哪里？高速区。怎么那么厉害？我什么都知道。屏东高速区，那还有一个很有名的，好像是高雄的甲仙。哦，有血。甲仙芋头也很有。好，那我们中部呢，就是我们台中的淡水，台北一半。好，不要，等一下继续给你，好不好？那北部呢，就是我们的苗栗公馆区。好，这三个地方是我们分布芋头最多的地方。好，那芋头呢，我们看一下从种到收需要多长的时间？看一下，几个月？六个月到八个月。八个月到整个采收，到采收九个月，对，从采到就是从生长到采收，可能是需要8到10个月的时间。那在一年之中，因为8到9个月就已经快到我们的年尾了嘛，那所以呢，芋头的盛产期啊，它其实是在中秋节的前后，大概在9月、10月份，那时候是算它的盛产期。那一年之中，我们会遇到很重的气候问题，请问是什么问题？台风那个问题，台风来了会怎样？会烂。台风来就会风大雨大。哦，是。下大雨又风很大，狂风暴雨。那芋农呢？他会做一个动作，请问他会做一个什么措施去防止他的芋头整个被连根拔起，被风吹倒？猜一下啊。用高气遮。那他如果很多呢？他会盖到手会软掉哈。绑铁丝。好，我给你一个提示哦，因为呢，我们芋头它可以长到150公分到180公分这么高，但是变成说它长那么高，它的叶面是不是也很大？那台风来了，风很大，把折叶子折掉，叶子掉，就是叶子掉。
没想到这么简单。在山上，它是有点滑面的，它是光滑面的，它是有毒，所以我们不可以用食到它，因为用食的话就会中毒。碰它也尽量不要，因为说碰它的汁液跟手一样，会就是会过敏会痒。好，那既然说手会痒这件事情，之前就是说我们在削芋头，是不是手碰到也会痒，因为它有一些那个草酸碱嘛。好，那如果你碰到了，该怎么处理？盐巴。盐巴。嘿。抹一抹也有一点用，还有呢，最实用就是白手套。好，如果呢你用就是你已经下去烧了，那烧好手痒了，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用醋，也可以用醋洗个手，也可以，或者是呢你就打开火，那在上面稍微就是擦之类，不要去真的不要，就稍微这样擦一下，这样也会减少，就是你会痒的，就是会减低你痒的那种。整个烧掉。修根，对，还修根。那边其实我们办公室是种芋头，那去年它是种稻米。为什么要采芦根？是因为就是每个病虫啊，每个农作物都会有它的病虫害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芋头的病虫害是什么？最常看到的，腐臭。对，就是一颗一个粉红色的卵。对，那它其实呢，它如果种到土里面，它可以活三年都不会死掉。所以对农民来说啊，它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。对，那。因为呢，我们要去就是像一年，如果你这一年是种稻米，它隔年就是会种芋头，那就一年稻米，两年芋
说薄饼，它薄饼文化它其实是源起于厦门，它从厦门传过来的一个文化外延的一个算在那边之前的文化。那它呢就是以前在我们郑成功时代有一个部下，它叫洪旭。洪旭那因为呢以前人士都要去做打仗，那打仗过年过节他们其实都没办法回家，那有时候就是我们有些成语其实叫做每逢佳节倍思亲，就会更思念家人嘛，但是你还是不能回去，所以士气就会很低落，那他们就没办法就是好好的去做打仗。那以前呢排名是都以什么去做排名，可以看一下上面科举制度。嗯，对，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最低的是秀才嘛，秀才举人进士，那以此类推，第一名的叫状元。对对，好，那这边问各位，我们骰子有哪两个颜色？黑红。红色是哪两个数字？一四，对对对。那我们的红序呢，它就是以红色的四跟一下去做一个基准点，如果呢你骰到一个四就是一秀，两个四的话就是二举，那以此类推到最就是最第一名的就是我们四个四两个一这样子，那那个就算我们的状元插金花。对，那我们阿聪师这边在每年的中秋节都会举办，在去年已经是举办第三届。那因为我们这边是做饼的嘛，所以呢，如果你博到状元的话，我们就送了一块30斤的饼，30斤就一二名去做评分，然后之后来一人一。对，不要拿太高哦。哦，哇，没有，两个五。没有。啊，没有，两个一。来，星星。没有。你不可以用太高，拿着。星星好。掉到里面。哦，两颗。两颗掉两颗。下方还没写。哎，好。好，没有。来一次丢，一次丢，一次丢。来一次丢，小心哦，快丢！好，差一点点，来，差点好，这个来，啊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。两个四，啊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三个四，哎，哇，都没有。哇，我自己玩。对，骰。我自己玩。不能作弊哦，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星星不要乱拿碗哦，会破掉。来。芋头酥吗？啊，好。这个是芋头酥，它是整颗芋头放进去的，它后面有放一个酥饼，酥饼它是也是芋头酥。来，拿着。来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可以。哎，他在干嘛？星星，两个都是牛轧糖。对啊，都内容是一样。今日特价本来多少？巧克力。自己做的自己吃哦。对啊，根本不会有味道。满满的，我们吃了几颗。嗯，你不吃啊？塞在里面。
我还以为就加了。我觉得满满的。我还以为就是自己偷的，那我就不大了。满满的。好像茶叶，这是我的。对，你这个可以放茶包。里面我们刚才吃的是有冰的，对吧？这是没有冰的，这是热的。还有，对啊，他刚才切出来吃的那个抹茶的是冰的。哦，这个放冰的，那是放冷的。不是，那是冰过的。这个就回收了。哎、欸、我要当盘子。哦对，这个可以做那个劳作牛的眼睛。好、啊，带回家，带回家。我要我哦，我当盘子。这是我的。带回家。当盘子的。当盘子的。证书。等一下，会破掉。你玩你的数字要不要？不要，他好像说什么。你这个到底要多放最高？谢谢。你当然要。你还吃？你又吃一个、啊？没有。就刚才那一颗吗？你吃那么久啊？我慢慢享受啊。不行，会噎到哦。嗯。要水吗？嗯。好，自己去倒。我要喝水。我还要喝水。你要上厕所吗？上就去大家，那就回家。假装的。不是你这样，不然太太不要跳。知道吗？哦，心情好棒哦，自己穿。哦，我。都带了吗？确定全部都带了？对。买的东西也带了吗？对。那一片田就是他种的。所以这里就是他家。对啊。
会啊。哇，掉下去可不得了。对。你想掉下去吗？不要。要吗？不要。好漂亮哦！云有没有很漂亮？有。啊，嘴巴不要张开。好，有看到天空，白云，这个小姐姐太娇小了，你也太娇小了。原来差那么近啊。超远的。
走过路过千万不错过，一七百一七百通通有奖，通通有奖，大家慢着说，对你来是说千赶快跑进来。一盒多少？都是他们的、哦、整栋耶、欸、对啊超扯的大他楼上在干嘛作品原来不是 住人啊应该可以在那边好吧，田安轩转过来，给我看一下买什么，买这个，好，谢谢。你又不知道你是谁？我知道。
要不要拍一张照片？仙仙走了，仙仙，仙仙走吧，萱萱，萱萱走了，还没有。三亿呀、啊！哦，太喘了吧！差一点点啊！欣欣要回家了。